Your brother just played the game with me and he told me you were gay and you like me and What the he is heck? angry with you. Dude, that's very weird. I don't know what you're gonna do, how you're gonna execute your shenanigans, but I'm gonna leave, okay? Okay, we play cool, okay? Goodbye. Okay, we play?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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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leave, don't leave. Hey, hello, brother, are you there? 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你们是跟那个什么漫威那个瓦坎达一样，有什么震惊什么的。喂，喂。哎，你好，你好。小哥哥，我们跳哪儿啊？你想去哪儿？我想去最热闹的地方。你去的地方越热闹，我越凉啊。没事啊，看你技术嘛。我们争取不落地成盒，好吧？那我就带你跳。哎，这个名字什么鬼啊？小哥哥你在吗？小哥哥刚才已经被打死了。那小哥哥，你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啊？你喜欢男生吗？不喜欢。不对，为什么不喜欢男生呢？对啊，为什么不喜欢男生呢？为什么我不喜欢男生？是啊，我喜欢男生。啊，所以呢？所以你喜欢男生？你是喜欢男生吗，小哥哥？不是啊，我喜欢男生，但不是那种喜欢，好吧？哎，小哥哥，小哥哥你好。Hello。朋友，你要搞什么东西？我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了，已经。我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不可以吗？给你一分钟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朋友。因为。你说你喜欢男生吗？我就变成一个男的，这样你就可以喜欢。我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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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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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一下等一下，你给我解释一下你的性别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喜欢男生还是女生？我也可以变回去。不是，因为我既是男生又是女生，我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自由的变换。小哥哥，我回来啦，有没有想我呀？等下，让我先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你是怎么做到同时有两个性别的？你的染色体是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吗？我染色体是自由组合的，我的染色体减数分裂到不了这种程度，小哥哥。啊，对了，小哥哥，我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你喜欢男生是不是？对啊，不对，我不就哦，钢铁直男就这么被摧残。哦，进去了，我进去了。小哥哥，你多大呀？我3岁，幼儿园小班啊，我2岁半，我比你小。哎，怎么会这样？不，我其实我只有2岁。啊，其实我刚才只是怕你嫌我小，其实我只有1岁了。哦，是吗？我只是刚才一试探了半天，非常抱歉，其实我只有半岁。啊，其实现在是我妈给我玩的，我还是在肚子里呢。不会吧，这么恐怖啊？你知道，其实我现在是一头羊，我还没有被分解成蛋白质，然后被吸收。制造成身体的细胞，好可怕！不玩了，不玩了，关机，关机，太可怕了。可以听到？哎，这个转变有点快，等一下，我没有反应过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快了，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已经够我切换一个软件，变换一个声音了。哦，所以你是变声器是吗？好吧，好吧，不是，不是，不是啊！你怎么说漏了？哦，不是，哎呀，你觉得你一个理科生学编程？就可以这样随便换性别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啊，进来了，进来了就不要出去了，进进出出才比较好。嗯，朋友哪里人？今年多大？有没有男朋友啊？哎，小哥哥，你能懂我的意思就好。不懂，不懂。我就是想和你做一些不可描述的动作，进进出出。莫非你是说？对啊，我说的就是刷牙。我以为你要说拉大锯呢，朋友。去哪？拉大锯是什么东西？去哪里都可以。我的心里不在这张地图上，去你心里吧。不在这张地图，我的心就在你身上。不是，那我现在是该在跟自己玩吗？等一下，有点恐怖。你是攻还是受啊？我不是 gay 啊。不是你一般，你不是说是你是双性恋吗？那你喜欢男人的时候，你是攻还是受啊？我喜欢男的时候，我喜欢自己。哎，我现在只有一把手枪，我们要遇到人的话，我有平没关系，我有平底锅。平底锅，对对对，平底锅有什么用？可以保证我不变 gay 啊。你本来就是个 gay， 你才是个 gay， 我不知道，你才是个 gay， 我就是个 gay 啊！我承认，我是个冰清玉洁的人。冰清玉洁的人，冰清玉洁的人。那你以前交过女朋友吗？我交过男朋友，没有交过女朋友。哦，那你上一个男朋友叫什么？你叫什么？我上一个男朋友就叫什么，下一个男朋友也叫什么。哇，小哥，你离我好远啊！你为什么要跑那么远？你不爱我？因为我有点害怕。害怕我干什么？
从来都是我 gay 别人，从来都是什么？没有别人 gay 我的，为什么你这么 gay 呢？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说我是 gay 的，以前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因为我实在是不是很了解你的生物构造。我的生物构造就是一段代码，其实我是一个机器人，我是一段代码的，跟你说。You are free now。我的英文名字叫，哎，我英文名字叫啥？我叫什么来着？英文名字你都忘了？对，我忘了我英文名字啊，李狗蛋马克思。You are free now。李狗蛋马克思。对对对。李狗蛋马克思是什么意思？就是Lee Gordon Marcus。哦，李。对，你已经免费了，不是我说你已经那个自由了。我已经免费了。你可能是没有去过底特律，我觉得，你知道吗？你如果你是真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话，你一去底特律你就免费了，不是你就那个什么自由了。底特律不是卖汽车的吗？不，底特律是卖机器人的。哦，是这个样子啊？对，我可以找到很多的同类，但是他们都有些不是很友好，你知道吗？哦，是这个样子。尤其是那个叫做特朗普的那个，你知道吗？特朗普，他对他这个机器人，对他这个当总统了。对啊，他这个机器人特别不靠谱，源代码出问题了，然后就讨厌异性恋，不讨厌同性恋。同性恋多么的美好，小哥哥你不喜欢同性恋吗？你真的这么觉得吗？ gay 人吗？你不喜欢为什么会经常 gay 别人？因为别人喜欢，为别人服务到底，鞠躬尽瘁。说明你非常招 gay 的喜欢吗？是不是长得非常的好看？不，其实我是个女的，后来去变了，做了变性手术，对，就是因为我喜欢女的。原来是这个样子，这样你就可以。哦，明白了。除了我以外，你还缺什么吗？我缺一个三级头，三级甲。啊，对不起，打扰了。走吧，我们该跑去了。那还是把，你还是要把自己给我是吗？啊，可能我在你心里只有三级头和三级甲这个分量了。既然这样，我就把一半的自己，我用一半的自己交换一半的你，来吧，拿了我三级甲。这么好。我爱你，如果谁都给你个三加你都爱的话，我觉得这份爱我还是不要了，有点廉价，朋友。没有没有，只有你给我的三加才是代表爱。那如果三加都是假的。我觉得无论是谁给你三加，它都是一个假，对吧？对，是这样的。但是你给我的就是一个爱。那如果我不给你的话，那我给你的还是爱吗？你不给我，我会想办法让你给我的。我就是这么。其实我喜欢女的。你喜欢女的，那我变成女的。即使你的声音变成了女的，我知道你其实还是一个男的。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没准真的就是个女的，但是我用这个变声器变成男生了。但是这个风险太大了呀！现在有多少人在用变声器啊？对吧？干掉了，他们刚才在跟别人打，小心点吧，炸不死我，炸不死我。是因为你要让我讨厌你吗？让上天都感受到了你的恶意。我觉得我是不是先猜一下你从哪个，你是上什么大学的？可以啊，来给我点提示。嗯，女生最多的学校之一，中华女子学院。你可以来这边，来北京，带你去我们学校看看。别了吧，最近太忙了。用网水泡吗？外国语学院。你是干什么？我是一言不合就干天干地干空气的。泰迪吗？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是泰迪吗？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不，你有我。我只有你。对，我拿了一把十字弩，这个到底厉不厉害？我觉得跟耶稣半斤八两。跟耶稣半斤八两？对啊。那相当厉害。十字嘛，那个人跳哪儿去了？不会也跳我心里来了吧？就跳在前面。那他跳不进去啊，你心里不全都是我吗？进入摩托车。我想进入你，不想进入摩托车。那你在外国语大学学什、哎、学哪门外语？学的英语啊。学英语啊，这么厉害的？那等一下，你让我去把我弟弟叫过来，你去跟他说会儿英语，怎么样？哎呀，别，一会儿让你没事，不太好意思。Hello。Yep. Hi. You are the.、Brother? I am the. Yeah, I'm the brother. Your brother. I don't want to play your brother.Your brother's brother. What the heck is that? What do you want to play my brother? Are you a gay or something? Yeah, your brother like me. Holy shit, I'm going off this place. Goodbye. I'm sorry, but no, just no gay, please. Thank you.
哇，你跟我弟弟说什么他被吓出来了，他这个人一般不这样的呀。哎，你的弟弟也很喜欢我你知道吗？不会吧，吃醋了，吃你的醋。他不是 gay 啊，我觉得我也不是 gay， 但是他在五秒内就被我掰弯了。我是不是你被他掰弯了？没有啊，他说没有啊，什么玩意儿，说实话，因为他嫉妒你在跟我一起玩游戏。你的弟弟他喜欢我，我知道，你要告诉他我知道他喜欢我。你觉得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还合不合你的口味？主要是女生太多了，我还是喜欢男生。那你在草地里蠕动什么呢？练习一下那个前列腺移动术嘛。我把我的后面给你练习，来。你走开。我给你。不，我不想，我不 想，我不想看到你，我不想看到你，我不想看到你。再见，再见，再见。来嘛，来嘛，别走啊！哎，不要走，不要走！我不是一个随便的 gay， 我的微信号是120。哦，我去查一下。我查一下。我看看，哎，你读过《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是吗？哇，你怎么知道？你还真的查到了？120微信号不就是这个吗？我们去看海吧，走。我跟你一起看海，好浪漫呀！不，主要是浪没有慢。你是在日本留过学吗？我为什么要在日本留学？因为我觉得你日语很好啊。没有啊，我不会说日语啊。刚才其实我说的是那个里狗蛋语，知道吧？伊克拉语，不是不是，李狗蛋一世创造的，李世界语。说这个语言的时候，虽然你嘴上说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等别人听到的时候，他这个脑子里边反应的时候，这个神经元刺激大脑的时候反应的细胞就是他能听懂的语言，知道吧？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感觉挺厉害的。所以其实就是，如果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就是不不不不，南京观众就喊在说几个，这样你就听不懂了，明白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上过学？你编出这么难以置信的话，你觉得我会相信吗？但是真的呀，你要说我再换一种说法，你就突然变成了 Bliviat， 你就变成了俄语。你看，教我两句英语吧。这天天说里狗蛋语，我已经受不了了。我觉得自己要变成真的里狗蛋了。里狗蛋语啊，说的还挺好听。教你几句，那我就来吧。你知道？不知道。墙壁怎么说？墙壁就是 wall， 眼睛是什么？眼睛怎么说？你知道吗？哎，不错。你知道那个你膝盖怎么说吗 ？Leg joint。不要这么难的膝盖，我们能不能说一个比较简单的膝盖？你可以把墙壁和眼睛还有膝盖连起来说。这个东西不符合常理，对吧？你说你的眼睛怎么会长在墙壁上呢？还有你的膝盖也是。你真是太不浪漫了。对啊，只有浪没有慢。还是你弟弟好。那我去把我弟弟叫来好了，看你更喜欢我的弟弟，我去叫我弟弟了，再见。你弟弟已经被我攻陷了，我现在对他不感兴趣了，我只对你这种没有被我攻陷的人感兴趣。I don't know why my brother called me back, but dude, are you really a gay? Wow, brother, I know you love me. No, I don't love you. Why would I love you? Yeah. I'm not a gay, dude. Look at my ID, it's no homo thanks. Like,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 to not do this to me. I know you love me. And your brother, he's angry with you. Cause he loves me too. But you wanna shake like a bonbon? So your brother is never angry. Are you serious? I'm not interested in having that shit with you. But you are gay, you are gay. You have to face to yourself. You are not gay. perhaps you are just not gay, you are just...You can't find a girlfriend, is that why you are gay? Because I love men. No, stop this shit. Okay,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goodbye. Wow, 我的弟弟又被你吓跑了，朋友，你去干嘛了？你弟弟被我吓跑了，他明明非跟我聊得非常的愉快的，他刚才还让我舔他胯下的98K。你平时都听什么歌？我平时就听一些流行歌曲的。流行歌曲？张一山唱歌很好听吗？张一山流行歌曲啊，平常都刷个抖音。哇，你居然刷抖音！再见，打扰了，打扰了。啊，我不刷了，不刷了，不刷了，我以后都不刷了。你可以重新爱上我。不刷银行卡，用现金吗？难道是？哇，再见，再见，打扰了，打扰了。小哥哥这么贪财的吗？没有银行卡就不爱我了。就这个马狗袋鱼，我从哪儿学的嘛？就是马狗袋锅。然后一般马狗袋锅，对马狗袋锅人，对一般马狗袋锅。就是我们这儿一般买卖东西都直接用黄金的。哦，是这个样子。那你们每次不都要搬好多黄金出去买东西？一般就是说，来点豆腐，多少？来块黄金，就这意思。你们就
一片黄金就可以买那么多东西吗？就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个摩尔测量器，你知道吧？就测多少有多少摩尔的那个黄金，直接测就行了。这么高端，感觉你要活在了农村。那你现在大学做兼职吗？我也不做兼职啊。为什么？平常上上班。平常上上什么兼职？还有车？我已经毕业了。那你现在上班工作是什么呀？就是。怎么说呢，不好说，其实也没有干什么，就是每天陪一些小哥哥玩游戏啊什么的。像你这样。等一下，那我现在在干什么？你现在不是在和我一起玩游戏吗？等一下，如果我和你玩游戏的话，那谁给你钱呢？对，小哥问的问题好刁钻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不用你来烦心了，这个我的老板会给我工资的。哇，原来你是一个邪恶组织，我的妈！邪恶组织，对，我们这个组织就是派我们这种长得非常好看、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去勾引你这种潜在的 gay，然后就可以拿到工资。嗯，其实你知道我很中意你，小哥哥。其实我是个女的，我开着变声器。我就知道，你看，哎，幸亏我这个机智。但是你是一个 gay 啊。我不是 gay 啊。我跟你说，其实我不是 gay， 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女的，所以我就特地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 gay 来撩你。不是，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女的？我猜的呀。哇，没有任何证据，怎么猜的？男人的直觉吗？还是基佬的直觉？男人的直觉。但是你要不是 gay 的话，我就不喜欢你了。怎么会这样？因为 gay 好有意思啊，你不知道吗？那些 gay 就是 gay 别人的时候，你不是 gay 就算了。愿意为你变成一个 gay， 你不知道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爱的人做出任何的事情，是的。那你到底喜欢男孩子还是喜欢女孩子啊？你是男的，我就喜欢男的；你是女的，我就喜欢女的。你知道，其实我是北极人，李狗蛋儿王国其实在北极，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多人还没被发现。但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危险，知道吗？全球变暖，然后北极这个地表面积，冰山融化了，对对对对，就会把你们淹了。把我们淹了倒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科技还是比较先进的，就是怕人，你知道他们走进来以后会被发现，你知道吧？然后还得，就很多秘密都会被揭开了。你们是跟那个什么漫威那个瓦坎达一样，有什么震惊什么的？震惊倒不至于，我觉得我们李狗蛋儿语言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哦，他就是你虽然听不懂，但是他可以让你心灵感应到。对，这就是一个通过你自身的这个脑电波去用共振去影响别人的脑电波，这就特别恐怖了。哇操，这个好厉害啊！我感觉这样你不可以操控别人的思想了。对啊，所以就是这个技术就特别危险嘛，这样让别人知道了。你愿意把这个技术交给我？不愿意。为什么我这么爱你，竟然不愿意交给我？因为我们是发了这个发誓了的，我们要是干这种事的话，你知道生孩子没屁眼儿。那就不生孩子呗。你好，喂。哎呦我的妈 ！OK， 换了一下性别。OK， 那刚才那把你输了，给我唱首歌吧。你想听什么呀？你一般听什么歌？我不是刚才跟你说我听过学猫叫吗？你要听吗？嗯。或者你点嘛，你随便点。我喜欢听的歌，你应该不会唱。对啊，但是出了中华就完了。外国的 ，A B C D E F G， 可以吗？你还是唱学猫叫吧。那你想听男生唱还是想听女生唱啊？我觉得如果你要唱听猫叫的话，应该是女生唱比较好一点。还是说你想唱点别的？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呀，不会了，后边怎么唱呀？不好意思啊，代码最近音乐库失灵了。那有什么你？你想点什么歌？我想点什么歌？唱一波威风堂堂怎么样？是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好听吗，小哥哥？还习惯夹着嗓子说话吗？那你快去！我没有夹着嗓子说话，这就是我的声音。你要不要去有容给我下单呢？等一下，再重新介绍一遍，重新介绍一遍，没有反应过来。我是说，你可以去有容上给我下单，我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用两只老虎叫醒你，如果你喜欢的话。等一下，有容是个什么东西啊？有容是一个 APP 啊，然后在上面你可以找到好多小姐姐，就像我这样给你唱两只老虎叫你起床的。然后呢，在上面你可以找到好多小哥哥小姐姐，我们有叫醒服务，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4:30可以叫你起床。怎么叫呢？电话呀，不然嘞，你想怎么叫？哇，电话有电话费是吗？那你告诉你，会去你家门口给你敲门，叫你起床呀。哇，那这样的话买机票岂不是很浪费钱？你在拒绝我吗？啊，然后呢，你还可以找到像我这样带你玩游戏的。你有没有看出来我很厉害的？虽然现在没看出来，但是我相信你很厉害。谢谢。你跟刚才的小哥哥是两个人啊？我们是一个人啊。哇，不是，你刚才不是都承认了吗？
我承认什么了呀？你承认是两个人呢？不，我们是一个人。我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嗯，一个人呀。哇，这个突然有点恐怖，好吧？啊，所以你到底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呢？看你咯，你喜欢男的，我就是男的；你喜欢女的，我就是女的。飘忽不定的暧昧有点恐怖。嘻嘻嘻嘻。哇，左边有人。哇，左边有人。啊，我好怕，你要保护我啊？不对，我保护你啊。上马说你要给我唱歌，对，你还没给我唱歌呢。我刚才已经变成女生给你唱歌了。那又不是你，好吧？喜欢听男人。你刚才已经承认了，就是、那又不是你。跟你开玩笑，那就是。不，我觉得那个只是你那个叫什么有容的 APP 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吧，我觉得。不是，我就是我也是在有容吧，我也是在有容上的。我们有容上的人都是双性人，你想要什么样的人？哇，这么神奇的吗？这跟有容奶大有什么关系吗？哎，你这个一看就是非常的懂。我们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让你联想到奶大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说的这么的直接，我们就只能用有容来隐晦的告诉你们，有容上的人都是奶很大的人。我觉得你可能回去要被锤死吧，我觉得你回去可能会被实锤到死，朋友。是吗？我还是赶紧来这个，这个你要替我保密，我是偷偷告诉你。不，我觉得你的求生欲一点也不强。你平时听唱什么歌？你多大呀？我看我根据你的年龄来调整我的歌库。哇，你还根据我年龄？我2000岁。2000岁？对，有什么音乐吗？什么《广陵散》之类的吧？没关系，不用唱那么久远的。要不这样，你不是在北京长大吗？说段相声吗？相声不太会啊。像相声得有个捧的呀，有捧的，那我来捧了，这不正好吗？这个人肾虚嘛，远了就受不着了，好吧，当我没说，极限打药失败，极限打药失败，极限打药失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什么？如果你的职业是陪玩的话，那你在这跟我干嘛呢？我在这和你一起玩啊，练习陪玩。我还有练习陪玩这么一说吗？那可不嘛，这叫术业有专攻，行行出状元。像我这种这么认真训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陪玩界的龙头啊！一个专业陪玩的素质。我觉得你现在陪玩技术已经很好了。我们先跳 ，You jump, I jump。泰坦尼克号不会唱啊。泰坦尼克号是什么来着？那个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Heart will go on。对。但是不会唱，那我来当园丁。你来当园丁，我操！那我来当泰坦尼克号，我上来就沉了。那我来当冰山。那咱们俩是不是得亲密接触一下？你刚一看见我就凉了，换一首。你唱中文还是唱英文？你想要什么？嗯，王狗蛋语吗？王狗蛋语啊，你王狗蛋国的歌曲应该是挺好听的吧？但是王狗蛋哥一般不唱歌曲。那唱什么呀？主要是在王狗蛋国的生活比较枯燥。每天都干什么？每天都吃鸡什么之类的？不，我是偷偷跑出来的。那你们的国王会不会把你们抓回去？啊，其实那边是什么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怎么说呢？乌托邦了。乌托邦了都，那你们那边的历史文化一定非常的那个雄厚吧？对啊，那当然了。政治改革的话，很早以前就已经达成乌托邦了，就是名字 low 了点，其他都还挺好的。名字挺好的呀 ，Lee Gordon。Lee Gordon 翻译成中文有点 low。那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去跟外交部说一下。那你就唱个那个我们国，唱个中国的歌。唱什么呢？唱征服。你就这样被我征服。唱错了歌词了。我觉得没错的。不是我被你征服，是我把你征服了。我就这样把你征服。有人。我没有枪，别去那边了。给我唱首歌吧。你们又该我唱歌了，应该你给我唱歌。快给我唱首歌吧，唱威风堂堂好了，来吧。什么堂堂？威风堂堂。不会唱威风堂堂啊？咋唱？你给我起个头。唱第一句就行了。威风堂堂，堂堂威风。嗯，我觉得我对是这么唱。我操，真的是这么唱的。我觉得你有点恐怖，一个拼命 gay 别的人，自己却说自己是 gay。只有是 gay 的人才能 gay 别人，你自己都不是 gay， 你怎么 gay 别人？不是啊，如果你真的是 gay 的话，那在别人这边你是会害羞的，你会特别的矜持，对吧？我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矜持，你没有见过我火力全开的样子。那你展示一下你火力全开的样子。那个今天不太适合，因为我只会对我不喜欢的人才会火力全开，哎，对我喜欢的人我还是会比较害羞的。那我问问你，那你平常都是怎么 gay 别人的？我平常怎么 gay 别人？我不是 gay， 所以我才能肆无忌惮的 gay 别人，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玩。想去哪里？天涯海角，天涯海角不在圈里，算了。还是自己的命重要。
Charlie。不，你的命更重要。你看，就在这么一个荒郊野营里面，我们两个人找到了一个小房子，然后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你对我来说就是不可描述的事情。我是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你是我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爱。我用我的一生把你承包下来。哇，太浪漫了。对，除了浪一些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慢生活。嗯，享受这个美好。有点口渴了。口渴？哎，我这里有、啊，我这里有水，我这里有水啊。不，我不想喝水。你想喝什么？我最想呵护你。我这里有你，最想呵护我。啊，感动。仅此而已吗？快来呵护我。好像听到了莫名其妙的开门声。真的假的？真的。那你快呵护。天哪！哦，那不是开门声，那不是脚步声，那是我心脏在咚咚跳的声音。你是因为看到我所以才咚咚跳的？何止看到你，知道你在我身边就让我心跳加快。哇哦，还是第一次这么被小哥哥撩。我们的车呢？那边有房有车，我们才能结婚。可以，你没房没车，我也愿意嫁给你，可以吗？不可以，我没房没车，怎么能允许自己去对你负责呢？我不用你对我负责，只要你愿意。我觉得自己好穷啊。我也觉得我好穷啊。除了你以外，玩那个，我一无所有。啊，太感动了，想哭。那我给你个礼物吧。什么东西？你还没看到吗？哇，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了。不，你是我的。行，我是你。咱们这把怎么一个人都没看见？只剩36了。因为他们已经被我用脑电波驱逐走了。死了，你狗蛋的。我的科技太发达了，我可以为了你放弃所有的工作，然后去找你。你在哪里？我在北极啊。你在北极？那我哎，我知道北极有个什么捕虾人，好像挺赚钱的，什么捕蟹人？是吗？可以啊，还真是啊。每次往返北极的时候，都没怎么注意外边这个情况。哦，那边还有哎，有空投。对啊，去哪了？你想去吗？开车吗？你想去我就陪你去。咱们去肯定会死在那儿。活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好，我跟你说，其实我是那个狸猫蛋国的，我们在南极，你知道吗？南极的国家不叫狸猫蛋啊，刚刚改名叫狸猫蛋，原来叫什么？原来叫那个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对，对啊，原来我们就是叫隔壁老王，后来改名叫那个狸猫蛋了。你知道为啥改名叫狸猫蛋？因为狸狗蛋国太猖狂了。但是我记得你们已经有好几万年没改名字了呀。狸狗蛋国太猖狂了，我们就说要改出一个那么针锋相对的名字。以前名字不挺好的吗 ？Gabriel Lawrence， 隔壁老王。Gabriel Lawrence。对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原来的名字。对，这好像就是咱们跳的地方，又来这儿了。对啊，不知不觉又回到了起点。啊，又回到最初的起点。难道一起去了？你莫非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是你，我是你的心肝儿。幸亏你不是我的肾，我肾不好。没关系，我肾好，咱俩有一个肾好就可以。那才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对啊。一人两个肾，你有一个好肾还是一个好肾都没有？就没有我有两个好肾这个选项吗？好吧，二楼那个箱子后面。哦，是吗？三个箱子后面。真行哦，那儿还有扔雷。哇，这人雷算的时间真好，扔过来就炸了。咱们这个素材够了吗？你觉得？嗯，我觉得这素材也够。哎呀，在还打吗？最后一盘吧。 你们要吃饭的吧？对，你再打一盘吧。最后一盘，最后一盘。一会儿一朋友过来。朋友，我一块儿吃饭呀、啊？可以啊。好嘞。哎，我怎么在海里啊？为什么？啊、哎。Leaving to find my soul, told her I had to go,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our hearts get broke. Too young to feel this old.Watching us both turn cold. O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你可能需要买一个新的 SSD. SSD 是什么东西？固态内存。对，简称我爱你。所以你多说几遍我爱你，游戏的读取速度就会大大加快。OK， 玩多少个小时了？这么自信的吗？刚注册的号。我的妈呀！你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了。喂，你好，哎，那刚才那段，人生就是舞台，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演。